It's over! Ali is the knockout winner! This就是拳击，现在让我们正式期待今天晚上第一场金腰带头衔之战，欢迎对阵双方登场。首先欢迎蓝角拳手登场。现场的各位，准备好你们掌声，欢迎蓝角选手马翔。Blue corner is 马强 from 中国宁夏，蓝角选手来自中国宁夏的马强。这位选手绰号小坦克，1999年出生，身高170，臂展168，职业战绩4胜1负2平2次 KO 对手。他是一位擅长进攻的选手，目前已经习练了3年拳击。马强曾经参加过多场自由搏击以及泰拳的职业比赛，获得了出色的战绩。今晚他能否在职业拳击的拳台上继续保持出色的发挥？现场的各位，准备好你们热情的掌声，送给来自中国宁夏马强。接下来登场的是红角拳手，各位准备好你们热情的掌声，欢迎红角拳手李玉哲。Red corner is 李玉哲 from 中国台北，红角选手来自中国台北的李玉哲。这位选手绰号拳将，1993年出生，身高170，臂展171，职业战绩6胜1负2平2次 KO 对手，目前已经习练了9年拳击。今天晚上他将在这里带来怎样的表现？现场的各位，准备好你们的掌声，送给红角选手来自中国台北李玉哲。接下来这一队选手将会进行的是8回合羽量级126磅国际排名积分赛。现在各位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刚刚我们的金腰带已经进行了展示，接下来荣誉就在面前，两位选手将为自己的荣誉而战。这是一场 WBO 大中华金腰带的对决战。本场比赛主裁索拉图索昆昌，边裁麦肯苏曼、爱德华里嘎斯以及索旺塔维昆。Don't do any foul. Obey my command. I say stop, you stop.I say back, you want one step back. And put yourself on time. Good luck, touch curve.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权力联盟》第五季《权力巅峰》的比赛。那现在呢，已经是今天的联合主赛的部分了。这是一场 WBO 大中华金腰带的比赛。那由于下一场比赛田野老师要去执教这个伊利夏提，所以说我们很荣幸的请到了我们《权力联盟》的赛事总监林飞老师。林老师好。谢谢大宇，您好。好，那现在这场比赛已经是开始了，是由马强对阵利玉哲的这场比赛。那利玉哲呢是红色拳套，也是红脚选手，而马强是黑色拳套。那这两位选手也是多次参加过全联盟的比赛啊，有个非常出色的战绩。马强现在职业战绩是4胜1负2平，两次 KO 对手。那利玉哲的战绩是6胜1负2平，4次 KO 对手。没错，那相比之下，利玉哲的这个战绩上来看还是更好一点啊。两位选手一开始呢，其实并没有留有余地啊，一上来就是一阵拼拳啊，对对对，都是在猛攻。尤其为了备战这场比赛呢，我们了解到，在之前这个周期，利玉哲是专门去到了日本啊，做了有针对性的训练。没错，马强呢是去到了泰国。啊，进行了一段时间高强度的备战。对，两位选手都去海外求索一个新的技术啊，是的，求索更好的备战。应该在这场比赛里面会有比之前更精彩的发挥。没错。那我们也了解到，这次利玉哲训练的这个日本拳馆，他的教练呢也是自费前来为他观战，来为他喊这个边角。那么利玉哲来自我们中国台湾新北市的垦将拳击俱乐部，没错，是在我们宝岛台湾非常著名的一个拳击的团体。那么是的，是的。我们也看到了垦将俱乐部的老板啊，苏教练，还有他的儿子，然后也是带队前来。没错，马强呢，家乡是宁夏，也有西北汉子的这种刚烈。没错。这两位选手的比赛一上来啊，就让人感觉这个热火的这个劲儿啊就来了，非常激烈。对，第一回合就丝毫没有保留啊，展开了对攻。那我们赛前也了解到啊，这个利玉哲呢是专门加强了自己的拳法的训练以及体能的训练。那我们知道这场 WBO 大中华金腰带的比赛呢是8个回合，对于拳手的体能来讲还是有比较高的要求的。是的，因为这两位选手我们了解之前的比赛呢，基本上以4回合、6回合的这种基础排名赛为主。没错。那么利玉哲上次是经历过一次大中华金腰带的争夺战，没错，应该是在广东中山啊，和他的当时的对手徐达啊打成平局。对，打成平局啊。那由于是这个空缺，所以说两个人就都没有拿到这条腰带。嗯，是的，所以今天再次来争夺。即将进入第二回合。没错，那第二个回合的比赛，看一下两位选手有没有什么技战术上的调整啊。李宇哲上来也是想先发制人，前手来控制对手，紧接着那一个后手，对，很清晰的后手。是的，能明显感觉到李宇哲的出拳的分量比之前更重了，加强。对，哎，李宇哲轮空了。对，李宇哲对这个距离的把控还是很不错的。是的，李宇哲脚下的技术非常的好，对这个节奏和这个距离控制，都是比较突出的。
对，当然了，马强也是有着很多的粉丝啊。马强这记后手也很重，嗯，漂亮，绿哲不断的在用移动化解马强的进攻。对，马强要发力了。哦，又是一个后手，啊，绿哲要小心了，马强这几记重击威力不小。连续的前后手，又是一记后手，再到看一下后手前手。哦，好的，前手赛道，后手打斧，互相对攻的过程中也都能抓住对手这种空当进行反击。没错，确实是高手较量啊。哦，绿哲把马强逼到了拳脚，又是一记重拳啊。哦，后手抓住一个反击的机会，非常漂亮。对，我们要知道这是一场八个回合的比赛，两位选手只打到第二个回合就如此的激烈了。没错，两位选手谁也不想打满八个回合。没跑，对吧，对吧，够穿一点那个心啊。马强继续在发力的很主动的积极的进攻，没错啊。如果这个回合两位选手不能产生这种击倒的话，可能在第三个回合预测一下会不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节奏的控制啊，休息一下。对，要调整一下自己的体能和节奏和状态。对，就像刚刚播过的这个 This is Boxing。第二个回合比赛结束。对，两位选手毫不懈怠啊。对，感觉两位选手真的是把这场八回合的比赛当成一个四回合的比赛在打。对，他对，哇，后手一记重拳直接击倒在地。我们看一下李宇哲应该是不行了，恭喜马强拿下了这场比赛。恭喜马强，同时用你们的掌声给我们的选手加油助力，好不好？谢谢，谢谢，谢谢！我相信我们场上的选手一定是感受到了我们所有观众的热情，你们的热情是他们在拳台上展现力量最大的支持。今天我觉得不管哪一场比赛都带给我们强烈的视觉冲击，而且我也觉得每一位选手，不管是胜是负，在舞台上
在我们的拳台上都值得我们的观众给他们尊重，给他们最热烈的掌声。所以刚刚这场比赛应该说是一场含金量十足的比赛。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来公布比赛结果，这场跌宕起伏的比赛为我们带来了一条含金量十足的金腰带。来，我们两位选手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擂台中央，接下来要为各位来公布我们最终的比赛结果。接下来公布比赛结果，本场比赛蓝角马强第三回合 0.45 秒 KO 获胜。 The winner is Blue Corner。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颁奖嘉宾观澜湖集团董事会副主席朱鼎耀先生为我们的获胜选手颁授金腰带，现场的各位掌声送给他们。跟着风遇见